各位同仁请就座，开会。向大会报告，今天继续市政总质询。第一位质询的议员是黄议员天皇，议员请45分钟。咱康议长，咱陈市长，两位副市长吼，以及咱市务所有主管吼，还有咱议会同仁媒体记者吼，咱市民朋友大家好，早大家好吼。我想今仔日这个市政总质询吼，首先第一个这个议题吼，要来先含咱干部局吼，来探讨有关咱的这个大寮区吼、红林路啊，到小岗区中安路吼，只要差不多有一条吼5公里的这个道路吼，咱希望甲会当来甲拓宽做比20米吼，因为这条路的这个重要性吼，伊系这个道面是安尼啦吼，就是讲顶管这是这个这条是八八的啦吼，这是大坪顶特定区来啦吼，中安路一直通吼，我甲到这个红林路对面就是光华路，就是工业区啦吼，这横向是一种红林路啦吼，为什么要甲咱市府建议吼来开辟这条道路吼，因为这个重要性吼。因为进这个台北的北吼，八八九四怪路吼，会使讲是即马是咱高雄甲咱屏东吼非常重要诶这个出入道路啦吼。屏东地区吼民众若要来咱高雄吼，也是咱高雄诶这民众要去屏东要去垦丁吼，会使讲拢总利用这条啦吼。但是这条诶这个八十八吼，事实上近目前吼，行驶的这個车辆非常多啦吼，而且这个上下班的时阵吼，大发交流道、大寮、凤山、三岛、中正，所有交流道吼，全部拢会大塞车啦吼。所以讲，即些讲上下班的时阵吼，这个真济人吼，拢真挤啦吼，反正对。来，过来，咱就是讲，咱八八的下骹这个高架桥卡吼，188线吼，伊这个地面，这个道路两边已经吼，工厂啦吼，也是讲这个大货车、大客车、连接车吼，这个停车场吼，拢总非常侪啦，而且嘛真侪吼，这个为高雄港啊，甲大发港区的这货柜车吼，甲这个卡车。会使讲是非常侪，拢为这个188线一直在行驶啦吼。会使讲这条是咱大寮、小港、前镇、凤山吼，遮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用路人吼，拢非常吼需要这条道路在行啦吼。但是必须讲吼，遮的这大型车辆非常的侪啦吼，咱来桥都歹吼，不管是吼拢。造成这个非常的这个危险的这个现象啊！伊都大卡车坐嘛吼，拖板啊，货柜车坐吼、所以讲这个部分咱希望讲就遮的这个确实有需要讲吼，伫这个八八的边啊，遮爱去开一条吼这个道路这条道路伊就是伫。这个大坪顶特定区来啦吼，我想咱伫这个苦潭内坑啊，伊这个特定区，这个内底吼，这个计划区吼，目前啦吼是差不多有包括这个新庄啊地区吼，差不多有拢总1600公顷啦。原底计划讲差不多会当200,000人这个规划出来吼，变一个新市镇啦吼。但是计划都完成40年啊。但是就是讲，咱政府吼无怎样去开发吼，地势讲遐吼，会使讲荒废了真久啦吼。像伫这个无法度政府开发的这个时阵，咱也希望讲会当讲遮吼，对着咱的这个
要机场也好啦吼，要港口也好，要市中心也好，会使讲讲非常的接近啦吼。这条20米的道路，来当来个开辟完成吼，我想不但解决塞车的问题啦吼，一方面也当促进咱大坪顶特定区的这进步啊个发展啦，因为伊这个线路吼，拄啊伫这个。你这个啥？迄个啊，苦潭内坑啊，吼、哦，诶，这个内底新啦吼。反正这条道路吼，来当完成，反正对着这个中安路，要来这个咱红林路，要去江下区吼，而且中安路上货柜车非常多，直接会当单直接一有只一直通吼，通到货柜车要去江下区诶，啊，足方便。伊要转来临衡，为红林路嘛转来临衡，要去临衡郊区嘛非常的这利便啦吼。我想因为这目前北北的安尼已经算是不敷使用啊啦吼，这车辆非常非常的多啦。这条为高雄市来，咱这中安路遮会当来探到啊，这个啊台湾港区吼啊，往北往南吼、哦、要为临衡伊吼，这条若开会吼、哦，非常利便真济的这个用路人啦吼，我就来请咱干部局，咱啊赵局长吼，针对这个部分吼，是不是会当列入咱明年吼争取中央的这个补助的这个开辟道路的这个项目内底？来，请赵局长，请回答。谢谢议长，谢谢黄议员吼，议员咧建议的这个吼，确实较大手笔啦吼。啊，咱也讲，你也为这个图来看吼，为咱红林路、凤山加迄个中安路吼，我那要4-5公里的，啊，所以吼啊，初步计算起来啦吼，差不多嘛要14亿外啦，吼，爱土地款吼，佮占一半以上啦，啊，所以讲吼，这个他们讲我们会来详细来研究啦，啊，很出奇，伊嘛建的车辆拢是较走北平的八八道路嘛。这个我们来详细研究，看中央能不能再来做一个补助了。以上。好，谢谢。局长，因这个费用虽然真高啦吼，但是你真无做啦吼，未来这个要征收的费用会个愈高啦吼。啊，关键伊唔是干那开辟，唔是干那讲为道路迄个解决塞车的问题尔。重点，这个啊特定区内底吼，你若开辟一条20米道路，我想会带动周边。而且诶，这个地方的发展啊，吼，这个市长啊，这个案吼，我想会当请你详细来，这个简单的这个说明一下吼。这我认为讲吼，真有必要来开辟啦吼。来，市长。请市长回答。多谢议长吼，啊，多谢黄议员吼。啊，不管是对咱大寮地区，还是讲首钢地区吼，啊，这款的交通的建设，阮是足重视啦吼。啊！我即摆当然，我会甲我的干部团队，吼，赵局长因大家共同讨论，吼。啊，我嘛会继续中央迄个生活圈道路，即摆都已经无啊。啊，但是这个部分也是讲为着工业区啊未来啊，我是同意黄议员所讲，如果伊的土地费的补偿是差不多7亿外，啊7亿外，我同你即摆无征收，后摆。咱若感觉讲发展甲一个抗战需要，啊，这土地征收费搁较悬，这我同意啦吼。啊，这我会甲干部团队来讨论。第二，阮会甲中央看，如果我会当甲中央争取一部分的经费，啊，再请黄议员大家共同来拍拼，讲土地征收的费用，我分几档。来分期，啊，这嘛是一个方法。哦，啊是安尼，啊，咱当然会当来促成讲咱大寮小港规个交通的便利，啊，这个当然真好。但是即摆你甲黄议员报告，就是讲安尼，我爱过去甲中央，哦，咱来尽咱上大力量来争取，啊，争取到有一个会当感觉，啊，咱市政府现阶段咱的财务的情形，咱嘛会当承担，啊，是讲沿路遐阁有啥物开发，吼，就讲土地开发，啊，是讲咱未来诶，咱的地政局吼，中卫的这个路，安尼，这个可能性，
我时间甲缩短，安尼都愈可能。啊，请你给阮有一个时间来评估，安尼好无？好，谢谢，感谢市长吼。我想这条吼，那会当来开辟啊，完成吼，对着小港地区啊，甲大寮地区吼，尤其解决真济的这个车辆的这个问题啦吼。啊，那感谢咱市长吼，这么用心啦吼。下面来咱啊含政治吼啊，针对着咱这个啊。捷运吼，捷运系统，咱红线要延伸至林园啦吼。我想重点嘛是伫林园小港小港林园线啦吼。就咱啊，这个啊规划的这个啊计划案吼啊，已经做甲差不多啊吼。这是伫小港林园的这地区的这個人口数吼，20几万啦吼。这是伊个路线，就是啊，这个捷运完成伊周边啦吼，唔是讲咱小港林门线了吼，啊，佫有真济村，包括大寮林门线、南麻坑五甲线，真济，而且周边的这个啊整体的路网啦吼。啊，像小港林门线伊兴办的目的吼，嘛、是第一延伸捷运红线吼、提供咱小港林门地区的便捷这个轨道运输服务啦吼。啊，当然。啊，提供啊真舒适安全的这个系统，啊来鼓励汽车、机车吼，啊来坐大众运输啦吼，降低吼啊这个客车、货车的这个混流、这个行车的风险。我想话，咱来当到节能减碳啦吼。一轨道系统带领人潮进入活动据点，联盟大联盟小港吼，而且地区的发展，我想这种正面啊正好啦吼，地方嘛希望真热战吼，啊嘛真赞同啦吼。但是这三个目的，我想吼，那就咱进目前，那讲规划轻轨，我想要来达成这目的，有一定的困难啦。我倒是讲，那如果来变更这重轨吼，变更重轨的这个捷运吼，我想这应该会发挥搁较济的这个功能啦吼。既然即目前听到的吼，拢讲啊，你做轻轨吼啊，事实要从头家三个这个目的啊来完成，有真大的这个困难啦吼。啊，希望讲啊，会当来啊，这个变更啊，这个啊，重轨捷运吼，是不是安尼类啊比较啊，对着咱这个小港林门地区吼，会更加。带来这个利便啦吼，啊嘛会更带来这个发展啦吼。我想，伊进为1994年开始做规划的时阵吼，你也算伊12公里7位的这个停车站啦吼，101年变13公里11站啦吼，103年变18公里18站啦吼，因为啊。9公里开始，11公里开始吼，一直规划，一直啊，这个啊变更了后变啊18公里啊18位吼。其实你个敢那这个地小港地区来绕行啦吼，敢那进目前安尼绕行那18位啦吼，一位得等于头一分钟得了，再需要18分钟啊停车上车哦，这时间性吼，我想。有遐方便无啦吼？即目前咱所规划路线吼，伊拢总经过18位吼，会为这个啊，咱这捷运来到这个机场站嘛吼，啊了后较做轻轨吼，啊来规个走这个路线安尼啦吼。啊，我是咧建议讲，咱来看这个恁所目前所规划这个路线啦吼，即小港。咱机场啦吼，就是讲捷运红线来到这吼，啊，伊即马来就接轻轨，我咧比较讲啦，市区的人啦吼，市区的人伊要来咱吼，比较讲这个仁爱港区吼，伊就爱伫遮小港机场捷运站接轻轨，坐位小港病院吼，为参与学校或者说来，安尼是讲伊若要来仁爱港区上班的人。伊敢会坐这条轻轨啦吼？这部分啦吼。第二就是讲，小港区本身伊个在地的这个居民吼，
伊若如果讲要小肝病，也是讲要去恁阿家区，要去中港，我想一条都我得到啊。啊，而且毛足济即公车会当离边引来即个利用啦吼。所以你规个这条轻轨对小港地区的即个本身在地即居民吼，因的接受度有高无？吼，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讲，你们地区搁较免讲，伊搁较远。伊若为你们要去市区，比较要去迄个三道路、五福路，伊敢若爱安尼一直坐来到咱即个小港机场，啊，搁去搭捷运进入市中心啦吼。啊，即时间你搁敢若伊。或许伊开一直骑，开车，还是骑好多摆，买市区应该会阁较近啊。啊，伊来讲买小港，我相信去小港平，伊开我也骑脚踏车，比坐这条轻轨较近啊。啊，这是电影基层的声音，真济咧反映啦吼。啊，我是那，我有听到的，啊，我具体给当个咱市政府建议，是毋是讲进目前啦吼？进目前咱啊个咧这个。啊，搁咧即个啊遴选顾问标的时阵吼，啊未完全全部拢啊未定案的时阵，是毋是即个部分会当搁做重新检讨，会当变更一条吼，互咱小港，互咱即个啊临潼地区遮的即个居民吼，会当有一条较方便的，而即个纵轨捷运然后，我想你若一条路线为即个啊捷运，就是迄个机场站。一条路线都直接通小港的这个市区，一条啊、为这个沿海路吼，经于这个安门港大楼部去到临潼，我想安尼更加会当带动啊，这个所有的安尼你去两个算啦吼，临潼以后要去市区也近，要小港也近，小港要市区也近，啊小港要去临潼也拢足方便啦吼，我想这个部分吼。啊，会当啊，请咱捷运局吼局长，咱来做说明一下。捷安，那是我讲来变更吼、哦，变更啊，这个纵轨捷运一条为小港市区入，一条为这个沿海路啊，通去到临潼，安尼有可能无啦？就现阶段的这个情况，来局长，请局长回答。感謝議長，感謝黃議員，跟黃議員報告，我們那個路線的調整跟新建形式其實都涉及到就是我們的整體的發展跟我們的自創率的部分，因為我們目前規劃下來了，我們如果怕白面的，我們就要開141億，而且我們的自創率目前是負的，本業自創率負的37%，37%啦，負的、啊、所以現在如果這樣去的時候，中央一角人就不會跟我們補助、啊、因為140幾億、啊、另外牽涉到就是說咱若采取迄个新建形式，若是采取地下高架甲平面吼，伊个比例是10:3:1，就是讲咱若做平面的吼，迄个做一条地下的地当做10条平面的啊，但是因为平面的有平面的限制吼啊，但所以咱这爱整体去思考，就是讲咱的自偿率变哪去甲伊提升，安尼靠我懂迄、那个。那这目前安尼个我都变更袂。現在吼，現在目前咱攏阿未甲定落咧，阿未定講是地下高架還是平面咧。毋過咱現在吼，所以咱現在就遮吼思考到伊的自創率甲整個整體迄個發展的需求內底。啊，現在當咧，咱現在已經有委託一個案，就是迄個路線規劃評估。啊，咱先去評估吼，想講是免咱盡量用高架，毋過咱若用高架，到底咱的自創率有夠無？咱的自創率若無夠，同款中央的未補助，未補助，咱嘛無法度起一條啊。啊，所以咱即马当甲遮个所有因素拢甲纳入来即内底，啊，根据即个路线内底吼，咱咧进行评估。好，谢谢，个呐，这是个呐吼，中央补为着争取中央补助，啊，如果啦吼，如果未来即条轻轨做咧，吼，我从我头个讲迄三个理由，小港、临潼市区的人拢无对即个轻轨无兴趣去坐，啊，变作未来即条轻轨。何去何从吼？啊，咱为着争取中央补助，我想做这个开辟这个交通网络吼，开辟了就一定要有足多人使用，而且佫会兼兼顾你讲的带动地方发展啦吼。啊，所以讲你真正评估的时阵，做嘞就是爱做一条有效的啦。这条轻轨大部分的人吼都认为说，好像吼，
比公车啦吼，比公车加较好一丝丝的效果呢。啊，所以讲这个部分吼，咱是希望讲顶的这个意见看法是安尼啦。因为这条做咧，你若如果讲轻轨啊失败的话来讲，不但浪费钱，而且吼爱做八年的时间，这八年来的时间影响交通环境，周边骑街店街，很少的成本付出非常多啦。啊，所以讲你要争取的。吼、哦，要规划就是一条较实有法度直接方便小港地区的这个里面，方便临门地区，方便咱市内，安尼真正确实较有法度吼，啊，这条的这个指引吼，确实有意义啦吼、哦。这个部分吼、哦，我是具体建议讲开辟一条为这个小港市区内底一条直接为沿海路到临门吼，即、哦、咱请这个局长请。评估看卖啊吼，我想请市长来针对，因为事实事情好歹，也是讲这条轻轨当时做的吼，咱袂讲啊，迄时迄落对一个局长做的，一定是讲咱市长嘛吼，啊事情对甲唔对，吼咱这当然无法度一定概括陈述嘛吼，啊就是讲重大政策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没有较完善的，我是甲市长来啊请教讲。对着头家，我来建议变更的这条线路，市长在安怎有啥物看法无？请市长说明。多谢局长，多谢黄议员吼。从顶礼拜，甲局长会请假，啊，都是为着咱罗德高雄捷运。啊！伫工商的延伸甲落地，啊，这变变十五栋啦。了解。但是通过，迄一天通过分做两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工商火车站，即马即时会使发包，啊，就会使做。但是伫工商火车站的延伸，吼，各家落地乌来遐，吼，这个部分伊是同意咱即马去评估。啊，是安尼，还阁几啊趟，吼！啊，这我是用这个例甲黄议员讲，就是讲，你看今仔日咱的高雄捷运要延伸甲罗德，啊，咱来十五趟，上27遍，啊，退回，阁修正，啊，好，真无简单。啊，今仔日新的政府、新的交通部长、新的国发院。大家人啊，伫遐安尼再三说明、拜托、修正，啊，才通过。吼，啊，这啊，我嘛真重视讲高雄捷运会当延伸到咱临横地区，经过小港，啊，到底这个路线是不是有需要搁重新做一个搁较正确的评估？我认为这会当纳入。今日咱差不多讲是，咱用中央甲中央争取840万，差不多用1000万详细这个评估。今年12月开始就要正式发包。啊，我认为讲这个捷运延伸到林园，到底是用重轨，还是要用轻轨？啊，这个部分我感觉专业上拢会使讨论。啊，对，今仔日咱临横地区、小港地区。拢是今仔日咱足济产业足重要的所在，啊，这个所在嘛，予咱临横小港地区所有的市民朋友真吃亏，吼，长期以来一定是有环境、空气各方面的风险的承担。啊，如果伫这个所在，咱的政府也是会当用另外一个角度，啊，迄个所在嘛有足济劳工朋友伫遐就业。我个人是足赞成，足赞成啊！所以讲，我的想法就讲，我会阁努力，吼、哦，就讲你看，延伸甲罗德啊变哈久，吼、哦、啊！就所以讲，我会认为我们的捷运局也能够拿出我们未来咱的小港地区，遐有偌济居民，遐有偌济产业，遐有偌济劳工啊！咱临横地区。所有的咱的石化业有真侪足重要的产业的提升，就是伫咱临横地区等等。啊，我感觉这个部分，我认为应该列为详细的评估。我想主要我伫高雄市政府啊，甲今仔日市府的团队，我们会把它列为这是我们重要的目标。重要的目标，我感觉我讲话会当大声，
就是因为小港林恒地区古长以来对咱台湾经济的贡献度，啊，甲今仔日市民的承担，啊，这我感觉我愿意在行政院针对这个部分不断跟中央争取。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地震单位，应该刚刚那条路，还有未来高雄捷运，我想这是咱的梦想，我们不要放弃。啊，莫讲可能真困难，啊，未将未家己党啊都先打掉，安尼唔对。对对。我干嘛勇敢的追求？但是我也希望我们的地震单位在沿途地区是应该有没有可能开花的可能？如果说我们那个地方有若干土地未来的重化等等，我会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更完整的规划，我愿意努力争取，因为小港林恒这个所在对台湾经济贡献，遐侪老港，遐侪居民久长以来，我们认为有一个更好的建设来回报当地，这是我们应该努力这个方向。谢谢。感谢市长这用心啦吼，我想来我头先建议迄个线路啦吼，一条为这个小港机场直接通到因小港市区，一条为这个沿海路通到林门，安尼我想吼，比进目前现行轻轨吼，我想你讲讲林门甲小港地区吼，事实市长也足了解啦吼，遮登记性啊是污染，啊而且嘛是咱啊这个啊这个经济。经济吼带动真济劳工拢伫遐吼，我是这个部分吼，有需要吼，有需要认真啊慎重去规划一条真正会当达到这个地方发展啊便捷性拢会当完善的这部分啦吼。我是请市长吼，甲咱这个捷运局这边吼，是毋是会当吼，这个类小港地区甲这个。林门地区召开一个说明会啦吼，听取地方的一挂意见，安尼来综合各方诶这个意见吼，啊做起来，安尼你来这个政策啊这个部分吼，伫执行啊伫实施，较会当哦比较搁较好啦吼。这个部分而且市长是这个做简单说明的。诶、多谢多谢吴议员吼，咱即摆差不多是用1000万啦。甲中央争取80%，我差不多一出840万。啊，我意思讲用1000万要去做这个规条，咱小港线延伸甲林恒，吼、哦、啊，我是认为这线，哦，对咱未来高雄产业的提升转变，包括我们对未来循环经济，包括未来洲际货柜等等，这个这拢是足重点，吼、哦。所以讲，我想是毋是咱诶，如果1000万若无够，我愿意继续支持捷运局。就是讲，咱迄个专业的评估，吼，包括迄个路线应该把我们未来在洲际货柜，吼，包括我们的循环园区未来，啊，包括我们现在小港地区所面临的很多详细的规划。啊，我是感觉有初步这个精进，把这个规划评估出来，啊，有一个方案，有一个大概，这个方案不是最后的决定的路线，安尼咱来把市民做说明，安尼才有一个讨论的主体。好，了解。啊，我了解你的意思，哎。懵懵渺渺，啊，即摆去啊，市民讲啊，我都是爱。诶，捷运我无爱轻轨，啊，这不是爱有一个吼，咱专业上。哦、我同意黄议员的意见、啊、所以我会觉得我内部在市府的团队我也会告诉他、哦、我们在高雄整体区域的发展上，我们对于贡献度最多、劳工最多还有现在承担风险最多的区域，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力的支持。好，评估了啦，吼，评估了，下当甲各市民哦开说明会了解。我下当来跟说明。是，吼，啊，市长，感谢你啦，吼。我想吼，这延伸吼，落地遐就是迄落重轨啦，吼。啊，为什么咱小港你们线爱用轻轨吼？这部分吼，我请咱市府吼团队爱针对这部分做啊重视啦，吼，做重视啦，吼。啊，来后边吼。来，我们环保局讨论啦吼，
这个工业区附近啦吼，工业区内底啊，甲附近的整落吼，种树啊，会当来予咱的这个啊空气品质佫较好啦吼。我想咱因为近目前吼，那是工业区，哎，这个地区吼，事实真正空气非常非常的歹啦吼。我想这是工业区现内底现况啦吼。这吼，拢有空地啦吼。这是内底吼人行道，也是讲无种树啊，这个所在人行道嘛是当种树啊，伊嘛不但种会当提供人行嘛是当种树啊吼。啊，这是吼真现况有种树啊的所在，但是种树啊吼种甲你看无啥无足济啦吼。这是种树啊的部分啦吼。另外就是讲，这是工业区周边，工业区周边周围啦吼，就是隔离绿带的这个部分吼，就是。啊，这个工业区周围含砖头，这个啊绿带的这个部分啦吼，或者是这三个部分，我是翕起来，你后尾来甲咱环保局诶做啊，这个建议就是讲，希望啦吼，咱诶环保局，咱诶主动吼，主动来去找所有咱高雄市内底的这工业区吼，会当甲咱这个啊建议也好，鼓励也好。啊，来这个啊，跟劝说也好啦吼，是不是咱港区内底的这个啊中心会当吼，也是咱厂商会当加种寡树啊吼，啊改善咱港区内底这诶空气品质啦吼，这第一点啦吼，希望咱啊这个环保局啊会当啊对诶这个啊主动吼、啊、来含咱每一个港区啊接厂商吼接触嘛，因为咱种树，我想对空气也好，对因本身。啊，这个工业区来嘛好啦吼，啊，无咱工业区所有吼，都敢那空气品质，敢那监测系统，对我有淡薄，有当时啊，我都测到讲到底污染一堆，但是迄味，吼、哦，迄空气事实真正真歹啦吼。第二就是讲，请咱高雄市政府吼，啊，这个针对工业区附近的整落啦吼，附近的整落就是讲也有空地，啊，你空地拢空的，吼、哦，啊空的，咱是不是咱过来鼓励个？甲这个优惠奖励，就是讲，啊来种树啊，啊来改善咱附近的这个空气的品质。种树啊，咱嘛是，啊我来出一个苗，一个苗栽，吼、哦，我树啊栽给你，吼、哦，唔免钱，吼、哦，类似这款的这个奖励的这个种树的这个措施啊，吼、哦。我希望讲，咱环保局啊，植物家吼，环保局来负责啊，咱这个啊工业区内底啊植物。负责这个工业区附近的整落，看是对一个局处啦吼。唔来这个，我同我直接请，因为时间吼，时间的关系啦，我只讲直接请咱那个市长啦吼，市长来咱这个部分再做简单的说明。多谢，多谢局长啊，多谢吴议员吼。第一个，我基本上非常认同啦吼。我是认为讲，伫工业区四周围，爱当加种树啊，啊，这对所有工业区工作的劳工、吼厂商，这双赢。啊，对规个环境、四周围环境，咱住伫遐的市民朋友，这嘛是基本的公道。啊，所以讲，我会认为第一个，我希望我们的环保局可以用空屋基金，然后找工业局。然后跟我们的公务团队，你们三个一起合作。哦，在你如果跟工业局在这个部分跟工业局的管理中心，大家来讨论，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如果我们的空屋基金在四周环境的改善，哎，一旦好黑的所在一片绿化，我认为这是应该要做。那最近我把黄议员说明，最近我们的公务团队，我特别在市政会议的时候，顶边先讲，顶边迄个林院长来大拿部，啊大拿部了，伊嘛是讲，咱迁村唔迁村，还佫经过市民大家人共同的意志，但是伫这个还袂迁村以前，政府嘛是有责任对四周围环境。空气品质的改善，咱来承努力，所以咱市政府完全认同这款的观点。所以讲，我要求咱的公务团队应该甲咱环保局同齐努力，
吼，伫应该伫咱，我唔除了大南部，我阁特别提起林门地区迄个所在，咱会当加种树啊。第二，四周围的环境清气、绿化、美化，啊，予迄规个工业区，予咱住伫遐迄市民朋友会感觉讲安尼。哦，这空气真无好，但是咱有一直伫努力伫改善，啊，这是一个政府的责任。啊，人市民朋友嘛看到咱的拍拼，啊，所以讲我知影公务团队甲环保局，啊，今仔日黄议员甲阮，伊个你有个提起这个方向，包括边啊有空地，咱都征求啊。啊，这个部分，我希望我们的环保局公务团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农历过年前，你们第一个阶段应该完成。啊，即摆未来半年内底，对于工业区的四周围空地多种加种树啊，吼啊，这个树啊，啊来改善空气生活的品质。我希望落实，我们会自己内部。研考会，我来管考，我甲黄燕做这个说明，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市长吼。我想来高雄市所有工业区吼，啊，拢会当加种寡树啊吼。咱的这个空气品质啦吼，环境改善嘛真好啦吼。啊，来咱水利局吼，啊，咱去年甲今年吼，后庄甲中庄地区吼，拢淹水吼。啊，原因吼，当然是伫这个啊新北水闸门拍开，即有这个淡薄因素啦吼。但是上重要的上重点也是咱洪山村第三期整治的这个工程啦吼。这个工程，我真听讲是啊，伊这个在进行，在进行吼，这是伊的现况啦吼。即目前啊，这进行都是叫边境，这个通报检讨。啊，进目前啦吼，伫这个岛屿内底嘛，也是到相关。这个天都啊，但是现在最局长，局长，是不是请说明一下嘛？请局长说明。感谢主席，谢黄议员哈。那这个案子，我们照原来的规划哈，三期的一个进度，我们先提报在整个都市计划通盘检讨。那这个部分，因为在还在做一个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的前置作业，还没有进到都委会。哎，你。通盘检讨还要多久的时间啊？因为已经连续两年淹水了吼，啊，你阁继续检讨落，啊，要检讨多久？甲元宝，因为阮这个程序上面吼，头前一二期做好了嘛吼，啊，即卖洪山村的自洪池嘛，照规个报告的时间吼，阮伫明年的四月完成，啊，今年的明年的四月，啊，即卖后壁阮就有哪继续三期的部分，总共两亿，土地款差不多一亿，阮会报予水利署。啊，这部分的时间，我来加速吼，就是我来甲，因为土地做侪拢是水利会的，吼，我来甲伊协调，是毋是土地先互阮使用？啊，因为过去伫这三期的这个范围吼，做侪拢是迄水利会一挂排水，甲咱的一般的公共排水，规个错综复杂，做乱啦。所以阮三期的重点就是爱甲咱的公共排水的水路，家己扣清楚，莫有水利会水阁流入来。所以吼，叫你请坐吼，这个部分吼，我想这个通盘检讨的这个部分，做个是不是会当拜托岛屿会者吼？哎，咱市府咧检讨的嘛，吼，是不是会当？因为为着这个紧急状况，伊咧淹水嘛吼，啊，会当赶紧改，这个检讨和通过吼。啊，同步咱岛屿啊局长咧讲的，这甲中央争取补助吼，这个部分，中央留意什么啊单位？水利署啦吼，水利中央留意的这个经费啦吼。我想即马爱同步，恁已经报起了嘛？即个已经报伫迄个留意综合治理计划。哦，这是我想这引水的地区啦吼。即啦，如果有改善起来吼，未来啦吼，中庄后庄地区特别引水啊啦。因为阮去看足一遍，哦，所以这个部分吼，是毋是啊？这个局长加紧脚步啦吼。好。另外，北德路吼，北德路这条吼，其实迄落，这真现况啦吼，啊，身边徛家拢无法度做生意啦吼，啊，阮去会勘吼，啊，才坐住啊，去会勘现场吼，这个有达成这个结论啦吼，就是伫啊，这个在月七十完成啊，这个污水的工程，啊，这个部分已经完成啊。105年十二月十九吼，爱完成所有的这个工程啊。但是吼，进手上吼，家己个改啊，改1月11，这是咱
水利局这个意思，也是讲伊包厢无法多做，吼、哦，家己要甲改这日期，因为迄天协调是十二月十九，即摆甲改做十一月十一月十一，啊，即摆这个民众唔是无爱防做啦，问题是讲哦，做要整半年啊吼，做要整半年，实际的工作天哦，可能无两个月啦，啊，四个月就做两工休头十工。遐个居民，你休一天哦，等于因遐损失足济啊！啊，所以你施工单位就是讲，你标着了后，你唔得爱积极来完成。后迄个做两天休十天，啊，你讲其他个工作单位，啊，其他个工作单位，你爱去事先，你标着了后，你爱事先去整合啦吼。这个部分我请咱水利局吼、哦，是不是啊？这个严格监督吼、哦，请进施工单位吼、哦，包厢提出。具体改善方案要安怎处理？吼、哦，这个部分我请局长吼，你迄个唔免杂务啦吼、哦，这个部分你来做处理，啊，你后下啊讲一下，吼、哦，好无？好，请坐啦吼。我讲咱干这个干部讲吼，这个案吼、哦，这人民鼎情啦吼、哦。我想这是咱人民公园啊，这个周边的这个道路开辟工程啦吼。哦伊道路啊，要拓宽的时候，会拆着人啊，这个一位的这个民，这个徛家啦吼。我怎么讲？伊这是八米道路啦吼，八米道路，伊可能未来拆了，拆着遮啦吼。我用示意图哦，给咱这个局长甲市长看啦吼。这是公园地基地啦吼，头前十二米，啊当然遮是拢种砖头啦吼，这个溪洲啊哩。拢种砖头，吼、哦，啊！即开工红当然就是头前方便啊！这个咱遮诶，这边就要去啊！吼，啊！遮是还未开辟诶，这个十米道路，伊未来诶进这个工程嘛是要开辟十米道路啦！吼，啊！这边啊十二米道路啦！吼，啊！遮因厝伫遮啦，啊！即嘛吼，这条是八米道路，啊！咱进新工厝要开诶时阵啊，开啊开这段，开到遮，头前这个四米。这个八米道路计划八米道路，伊无爱开，伊即马现况拢变变四米啦吼，啊，即要开八，要开为遮开遐啦，啊，遮人起来，我唔知影这个局长了解袂？这开路口人开安尼，专线就是专线开通嘛，哪有迄落怎开一半，啊，头前无厝呢，啊，后壁则有厝，啊，你是嫌这咱设计的人是嫌这间厝有啥物款啊？有啥物款迄落？无爽快的所在，也是啊，无是安怎样开？你着八米全部拢开，安尼较唔只有法做一个整体性。啊，为虾米？干那要开这个四米，开这个后壁段、头前段楼的？因为伊这十二米道路嘛是人为遮入来，啊，遮诶嘛是有人为遮入来。啊，为虾米？啊，独就是因干你定情，伊说明会内底干你讲啊，这个部分吼要开，恁做伙开。全线拢开通，安尼难插人。我请咱新工处吼，即、哦這个永工啊来做协调，啊嘛无结论，一直全迄落一心一意，就是要开遮咯。我是讲，即开路口有人开安尼呢，开一半，局长啊，即你总共你知影有人，你这说明。请局长说明。多谢局长，多谢黄议员哦。其实，咱开辟林恒这个八字山这个公园哦，是一个整体计划啦。除了咱本身咱八字山的公园开辟以外，就是咱东边、西边、南边，就是我咱公园的。让这砖够有整体咧。可能地缘这个多说，可能有一点啊，较迄落来，因为咱的公园吼、哦，迄、那个范围袂遐大啦。嗯。咱的公园的范围大，你以迄个西线那个部分吼、哦。公园的部分刚好是在那边而已、嗯。另外，以可能你头段虚线的单边这边哈、哦，还是主题区啦。嗯。所以讲，我头段讲的，咱这个是整体计划，就是公园单边、西边、南边的迄个大路全部开辟。啊，另外这边哦，迄边无啦。所以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就恁你讲意思，我听有啦吼。就是讲，伊公园边基地边只是这样了，对啊。对啊。哦，啊这边啊，这条是八米道路的。那迄个八米道路都应公园需要较开，啊后壁头前则毋免开。那迄个你讲要开个整体性，嘛爱一段拢开出去，毋只有整体性。啊，所以讲我是希望民众要求的，就是讲
啊你敢拆除？啊，市政府吼，市政府想要搁向搭贴上这个标签，拢要共拆除。因为这个部分吼，我讲人因要求无过分，就是讲你白米拢甲开，我有你拆。啊，但是你若真现况，敢若要开这边尔，那边四米无要开，安尼。你是不是会当甲闪过？伊只多掉六十公分尔，这部分是不是咱个会跟甲闪过？慢甲拆，等候以后这条你讲吼，四米要开到八米，安尼来做伙拆，这个。这个机关报告一下吼，其实咱这个房屋吼，伊的主结构并无对啦，是着迄个六十公分的拖平啊啦。啊，其实伊新港厝这个部分吼，阮也含咱的迄个所有官员咯，阮也沟通过那边啦，我们会持续沟通啦。那当然也会按照依法吼来给他第三物的补偿啦。以上。谢谢黄议员天皇的总质询，谢谢，休息。